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旧金山社会健康中心。这里同志们一定会找到个尊敬自己、憧憬多元性的环境。我们现在一起不要怕那个武汉肺炎了，我们停留在家吧。我们现在就需要一起向前走吧，再一起加油。如果你们需要我们协助，请保持联系旧金山社会健康中心浩哥考哥。